主料：秋葵七个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蒜、红辣椒一个，香油。准备时间：十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约材料：秋葵洗净，放开水中焯2分钟。鸡蛋打散，大蒜切末，秋葵、红辣椒切小段。锅内加油，放鸡蛋摊熟，用叉子铲碎盛出备用。锅内加少许油，下大蒜末，小火炒香，再加入红辣椒煸炒，加秋葵煸炒，可以加适量的水煸炒，加入鸡蛋，加盐、香油翻炒均匀即可。看着是不是很下饭？秋烹饪技巧：用开水焯秋葵2分钟，可以缩短秋葵炒制的时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